么开始了，东哥。咋了？看一下刚才那个，要不然他刚才今天打的那个效果。我先打一个。你打了是吧？嗯。你提一遍看不出来，都是黑黑的。拍完了，然后自己再去剪。剪的。切呀、啊。同学。哦。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视频拍完了之后吧，然后把视频把一个五分钟视频剪成两分钟的，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他打完之后要看能不能切下来。切一毫米啊？You did it on stainless steel, would it be easier? Yeah. If you tried to do pictures on stainless steel, would that be easier? Yes, yes. Stainless steel would be easier than silver. Yes. Stainless and this material, it's very, very easy.你这河不行，有些地方切不来，你知道吧？就所有都切了，就是它一块切下来了，都不平，是吧？保平了很快，比这能快一倍，我现在加大了一倍，还没切了，有点，搞得还不行。这个能不能平啊？这个稍微平一点。啊？你又带了一块？啊，这个稍微平一点。这火车站。嗯 ，OK。嗯。哎，邓哥，这个参数你能想得住吧？哎，很简单，三分钟就考出来了。试就行哈。啊？我试就行。哪来这么多银子让你试啊？洗洗它，磨磨它，哪能磨了？这一场动了一点，不知道能不能效果好一点。你动参数了？你动了，动了一点。我们调重了，看会不会好一点。为什么这都是模糊的呢？感觉重的厉害点。嗯。Have you done much with silver and gold before? Have you done much engraving with silver and gold before? 哦，停了呢。动了清晰吗？行了，刚才动了清晰。Better again. Better than that. Last one. 别动，先别动，我看看。Better than last one. 你可以拍个照片，然后 stop 停止它了。